对于我们坚持的口味的认同，我们自己做到不要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换了二代来做口味就跑了。对我自己来讲，我会觉得说我做到了接近爸爸的水准。为什么香港会说美食之都？当然是有很多很特别的菜式，但是已经没有人带过来。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代表香港的家庭料理。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。